我们的韩国留学通网，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 TOPIK 高级词汇名词的第二节课啊。那么上节课呢，我们学习了10个经常用的名词，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要学习10个名词。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名词是什么呢？这个 sumji 啊，sumji 什么意思啊？表示动过啊，修整过的，就是拿手啊，怎么弄过、调整过、修理过这样的一个东西啊，叫 sumji 啊。我们看一下。仓库에는아직손질이끝나지않은제품이쌓여있다。那么仓库呢是仓库的意思。那么在仓库里面呢，아직啊还怎么样呢？손질이啊修理过怎么样呢？끝나지않은제품이啊，끝나지않다没有结束的、没有弄完的这样的产品呢，怎么样的堆积了很多。那么这个쌓다是堆积的意思，那么后面加这个아어있다表示什么呢？这个状态的持续啊，还有很多这样的产品呢在堆积在这里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손질啊。那么这个呢，第二个什么呢？손질이깨끗이하다啊，깨끗하다是什么呢？是一个形容词，表示干净的。那么后面加这个 이 啊，可以表示副词啊，깨끗이하다啊，修理的非常的彻底，修理的非常的干净这样的意思。那么第三个句子呢，花旦을손질하다，花旦是这个花坛啊，花坛啊，所以呢，我在修整花坛或者是维修花坛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单词손질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单词是什么呢？可得草啊，可得草，我们它其实是一个复合词。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可得啊，可得什么意思啊？表示呢去和来啊。我们说可得哈达，可得啊，我跟它是可得的关系。那么什么是可得呢？是这个贸易或者是做生意啊 ，business 啊这样的一些关系叫可得啊。我们其实是一个汉字去来的意思。那么这个草是这个处的意思。那什么是去来处呢？啊，表示呢交易的对象啊，交易的对象或者是我的啊一起工作的啊一起这个顾客呀，或者是这个客户呀等等，这样我们都可以叫这个 collateral 啊。那么可以表示客户啊，也可以表示呢交易对象，也可以表示顾客。我们看一下例句 ，Internet 의확산으로온라인을통한무역거래처발굴및시장개척이활발해지고있다。那么这个 internet 啊，是由于网络这个확산啊，由于这个网络的扩散，怎么样呢？온라인啊，온라인呢是一个这个英语了，这个 on 是这个 on 的意思啊，这个，那么这个 line。